位同学，大家较早，欢迎收看这礼拜的本土语言教学节目。这礼拜老师要教的是厝内的家境。第一个是客厅，我上喜欢伫客厅看电视，食饭厅。吃饭的时阵爱坐好，安尼较有规矩哦。灶卡，煮饭的所在叫做灶卡。下井啊，下井啊内底袂使耍水哦。房间，我的房间是蓝色的哦。哦，够好诶。就是读册的所在，客房。厝内底有人客来的时阵，就住伫客房。请大家搁对阮念一遍：客厅，客厅；食饭厅，食饭厅；灶卡，灶卡，下井啊，下井啊，房间，房间，册房，册房，客房，客房，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放假放了有欢喜无？老师要甲你考看卖哦。这礼拜的题目是莲雾的台语要哪讲？你阁会记哩吗？请每一班的五号、十五号、甲二十五号的同学，甲老师回答看卖莲雾台语要哪讲？但是讲到，会使请老师甲你当一个指点卡哦。这礼拜的节目就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